2024屏东灯节万年溪灯区，将蜿蜒绵长的万年溪幻化为神话中的巨龙，龙首无限之光，以景观桥呼应地景河流的翅膀，如同龙翱翔于自然生态与宇宙星河的概念。现场以动态灯光与音场呼应，从不同视角都能感受到作品的声光。万年溪灯区展出多组大型地景灯光作品，除了龙首的无限之光，还有诠释着大地万物的流动，像似龙身于万年溪中滑动而过的龙鳞灵光，以错位的减光灯条形塑地上的光影，呈现新的倒影，如同龙心脏的龙心心之像灯组，还有龙身溪的幻动、龙鳞光之小径、龙席、风穴、龙宗、影纹以及木圈、心之天桥、生命之树等灯组，分享龙年的吉祥与福气。那我想屏东的灯节也非常的有品牌，今年我们搭配着龙年龙城吉祥，用龙光、用龙首、用龙心、用龙鳞，很多很多这个龙的一个意象，来跟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祝福大家春节快乐，也祝福大家龙马精神，一年来会越拼越有劲。在复兴公园，由灯光与音乐交织而成的龙腾虎跃、降龙献瑞 3D 水舞灯光秀，运用水幕投影，让龙仿佛遨游于水舞中，搭配水舞及磅礴音乐，创造出独特的视觉飨宴，夺取众人目光。屏东灯节即日起至2月25日，每天下午5:30至10:00亮灯。复兴公园平日水舞每次展演时间为5分钟，表演时间为每周日至周四晚间6:00至9:00。整点展演一次，周五、周六及春节假期晚间6:00至10:00，每半点展演一次。屏东的灯节除了结合大家非常非常瞩目的期待的这个灯之外，加上了我们的地景，加上了我们的产业，加上了屏东的热情，2024就来屏东灯节。万年溪灯区运用神话传说和地理自然感知为核心，搭配龙的隐喻和象征，创作系列灯饰，璀璨绚丽的灯组加上屏东特有的景观、产业、人文风貌及热情，是民众赏灯走春的好去处。县政府欢迎大家到屏东欣赏璀璨精彩的屏东灯节。记者张如英、杨正义采访报道。